很多人买了白菜都是炒着吃或者是炖着吃。今天呢，咱们分享一道既简单又好吃的做法。首先，咱们将白菜一劈四瓣，清洗干净，控干水分备用。趁着这个时间，咱们调料汁，空碗中放入一勺盐，一勺白糖，半碗凉白开，泡椒和泡椒水，半碗白醋，少许的花椒，小米椒，再加入一勺高度白酒，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搅拌至盐和白糖融化就可以了。控干水分的娃娃菜装进无油无水的罐子里，倒入咱们调好的料汁，腌制两天就可以食用了。咱们再盖盖把它密封起来，放在阴凉处储存，吃一年都没有问题。